昨天有好多人说我不敢吃蒜，今天来挑战一下蒜啊！但是我这个小米辣保证是真实性啊！有北京的网友吗？粉丝吗？有北京的粉丝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找你们。随便在张超买小米辣，我啥也不配，干吃，干吃十个小米辣，不用你花一分钱，我买，你就说一句服了就行了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这个蒜我肯定比上次要多吃啊，能吃几颗是几颗啊。喜欢吃辣，说什么蒜没有假的，辣椒有假的，我买了小米辣。好想去挑战吃最辣的地方，确实烧心酸。没有米饭了，蒜确实吃不了了。哎呀，吃多少辣都没事，只是辣，但是烧心，但是一吃蒜，胃不舒服。蒜弄的辣，小米辣也吃不了了。
有点咸了。烤的真难看，来吧，关上汤浇了。